矛盾是可以有统一和对立的，黑勤哥知不知道？矛盾的意思就是说在社会事物里面呢，它存在一种就是统一对立，是吧？咁然后呢个统一对立一路咁样一路角力之后呢，到最后就会推动个社会进步嘅，知唔知啊？唯物辩证法呢个系不过你就低层次地讲句，两个人大家貌合神离，不如去旅行啦咁。